课本他刷卡，不是他 POS 机会问你吗 ？Robin 的，对他一般刷卡机会单独有一项是 Robin 的，18%的增值税，这个所以就是是蛮狠的，蛮狠。所以说他一般小费都是在刷卡，其实单独他一定会问你，因为他那个走流程的时候单独一个小费的流程，他是不记在你的账单之内，但账单内会记很多餐厅会记一个10%的服务费，这也是一个并正常的一个收费的标准，好吧？因为大家如果有些客人，哎呀，是我这吃饭我才吃100，可能他收了我140块钱，它里头有什么有税，里面还有10%的服务费，然后你再加上自己小费，一看就单的话，啊，都会写的非常清楚。所有单的上面都是非常明晰写的很清楚的，对。但是服务费不是所有那10%服务费，强制性服务费不是所有地方都要的，所以大家在票据的时候是能看到的。对，其实大部分地方不要，一般那个宾馆和餐厅一般会有，对，或者是那种，因为我之后大家行程如果说有自行去那种上面米其林餐厅之类的，哎，对，这好漂亮。从现在从这里开始。正式进入到老城区，大家明显是吧，这个建筑风格就不一样了，上年代了是吧，带年份了是吧。我们现在左手侧是意大利艺术宫，是当年殖民时期意大利人在修建的一个像博物馆吧，里面有到目前为止也是这个有大量的殖民时期的这个画图油画保存在里面。然后现在左右两侧左侧喜来登酒店，右侧是秘鲁高等法院啊，稍微过了一下。但这里要讲一下，高法到现在也是，秘鲁往上数的5任总统都是在这儿被判的。对，目前因为监狱里头关了4个啊，然后呢，前年呢自尽了一个，就是现在3缺1，大家都呼声很高啊。现任总统，大家说现在在监狱里3缺1，差一档，然后在当地酒店。我不知道，咱回去查那个。您说对了，真的是监狱啊，真的是监狱。对，因为这一般过去它不是高法，因为过去是利马大法院啊，利马法院基本被判完以后，地下隧道直接送到哎左侧的监狱里面，然后所有的这个其实过去都是囚监啊，现在都是变成一个房间，也是。秘鲁从西班牙殖民。记录在案的印加古道，其实印加古道秘鲁200多条。那边有兰花也。扎好了，哎呀，好漂亮！啊，今天天气不好，要不然。现在太暖了。这条路很漂亮。还不行。
哇，这个很美。这个旗帜会贯穿在 BIM 所有的老式建筑，只要有这个旗，就意味着说是被秘鲁文化局认定这个建筑已经超过200年以上的历史。所以说，就这个，对对对对。这也是老式建筑，但是没那旗，这也是老式建筑，但是没那旗，发现吗？这个是有标志的，是吗？你都看到了。等一下会看到很美丽的建筑，前面那一栋。这个人就证明了在利马本地人心目当中的地位是比我们一会儿去到的地位要高很多的，因为说大家记不记得说哪一年的1746Gloria.